嗯。嗨，不是、啊、姐、啊，你是相亲的吧？哦，你是王阿姨介绍的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王阿姨还是老闺蜜呢。嗯、啥？啊不是姨，这里边肯定有点误会啊！没误会，都实在心介绍的，误会啥呀？那咋能没误会呢？那你看你花都带来了，要你想干嘛呀？我只想给你宠爱，我这里头怪啊，你故意的。嗯你看你，真是的，猴急啥呀、嗯？来都来了呢。你是谁猴急了，急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对我一见去点呗，让你去点。一见钟情的，你别慎着了。我对你一见钟情。这样啊，晚上啊，你把时间给姐腾出来。姐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这可不行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哎呀，姐，这里边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。没问题，怕啥的呀？实在请你介绍的。不是，你说我等会儿吧，肯定还有。我当初就应该上一人都在用的一对 APP， 上面还是上面的小姐姐靠谱。你看哈，咱俩唠的挺好的。嗯，哪好啊？要不我就委屈委屈。你可别，咱俩在一块儿得了，得了，你可别委屈，我就你急了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嗯，哎，亲爱的，你来了。嗯、啊，哎，你这嘴角怎么有口红的痕迹呢？哦，啊，中午吃了辣的。嗯，辣椒。对对对。行啊，还辣妹子。你听我解释。来个微信。嗯，想我，我只会心疼爹爹。这你的谁啊？哦，我妹妹。那只是我的妹妹，没让我自我认为。不是，那头怪你搞我呢。嗯。哎，你别听他瞎放。你左一个妹妹，右一个妹妹，你是老大哥你。我没有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逼人的传言。你才怪，你看着我来看着我女朋友了。嗯。我后悔翻脸，我不做大哥。你就气我吧。哎，我没有。那你说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俩就是最美的情侣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别生气了，一会儿领你逛街去，我去给你买衣服。What? 我是那么物质的人吗？你还是不懂我。你别生气。不懂女人的男人，是天下最笨的男人。你永远感觉不到。我看呀，咱俩还是分手吧。哎呀。还是一对上的小姐姐善解人意，还能视频聊天。哎，等等我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来了。哎，亲爱的，他是谁啊？他呀，他是我一兄弟。哦，那行，那咱们走吧，逛街去吧。走呗，走吧、嗯，走了就再也别回来了。不是你又发什么疯啊？我跟我对象逛个街怎么了？咱们两个可是兄弟，15年的感情都比不上你们2年的爱情吗？可是她是我女朋友啊，还是你兄弟呢？15年风风雨雨，你忘了谁陪在你身边呢？可是我算了，只留我自己一个人。
在这孤苦伶仃的。你自己忘去吧。啊，我马上去上路了啊。哎呀，不玩了。嗯，不，你腰怎么了？你喜欢上路，你不帮我。上路是我，我是他女朋友啊。我还是他兄弟呢。不是，你玩个辅助，我去帮你有什么用啊？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果然啊，我这个兄弟啊，在爱情面前，那是一文都不值。哎，我下把给你打辅助。哎呀，老公，我手机坏了。哎呀，我带你买去。哎呀，真羡慕啊！不，你又怎么了？你手机又没坏。果然呐，一点也不关心我，一点也不在乎我。我手机坏了，都不知道。是我老公，我换手机不应该的吗？你手机坏了，有人换；我手机旧了呀，只能卖到转转 APP 上换点钱。顺丰啊，免费上门回收手机，打款快，卖高价，点击链接呀，还能参加五日售活动呀。可是我，哎呀，每天呐、啊、有24个小时，1440分钟，八万6400秒，我把它都让给你，我拿手机来挣钱赚的，最后还不行？那我也练了，以后啊，咱俩还是写信联系。哎，你去买俩手机。给我兄弟大一个。我喜欢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呀、啊？这不等你呢吗，亲爱的？你在家玩，出来玩，跟游戏过去吧你。不是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亲爱的，你别误会啊，别听他瞎唱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选游戏还是选我？我选什么李白呀？这个版本也不强势。What？ 你自己玩吧你。哎。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把我埋葬。我怎么投靠你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行啊你，你把我当朋友是吗？哦，亲爱的，你别生气，亲爱的。那你是我的什么呀？那我肯定是你的。你说你天天脑子就知道游戏，你都没想过我。我当然想你了，亲爱的。那你怎么想的呀？那我肯定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想离开是吧？分手。哎。哎呦我的妈！还不如一对象的小姐姐呢，善解人意还漂亮，还能视频聊天呢。你甭碰我呀！